原因逃跑，排泄一定要跑一下。什么嘞？八七？哎呦！哦，更衣。啊，像后面这些很多还没解锁啊。哇，我肚子叫好大声哦！哦，糟了，好啦，吃东西啊！我去找点东西吃。方铁汤，等一下哦，威力、闪避、暴击、伤害。好啦，吃这个，吃，等我一下哦。好了，回来了。我记得有个拿枪的骑士也是靠戳的、欸，可是我就是还没解锁到那一关，后面真的太难打了。这游戏没有记录点啊，所以我后面关卡一直过不了。
咦？什么东西？教主有开枪械店吗？武器店吗？你是说武器店吗？武器店有啊？你说的枪械是卖枪的话，应该是没有啊。枪械店不是要科技比较科技的地图才能解锁吗？那个我没有哎、欸。现在真的有中文，都看得懂了。再来吃，吃什么？最大体力，补个血，献个祭。脚上贡品。对啊，下一关不就丛林？丛林就是那个嘛，那个蜥蜴人啊。我好像只过第三关而已吧，第三关我就不行了。就这个，就这个，这个，这个。吓死我！嗨，贝贝，哇，你一来我就过了、欸，守望者，哎呦，够正哦！围绕在冒险者周围，防御远程攻击，闪避加五。OK， 监狱冰原地狱虫。哦，冰原哦，对啦，对对对，冰原地狱丛林，丛林真的是我最后一个过不了的坎。你是怎么过的啊？你是用哪只角色啊？因为这个游戏我发现好不适合我，虽然我喜欢玩这类的游戏，但这个游戏不适合我。哎，白痴哦！吃饭。哎、欸，这个 buff 是不是盖过去啊？威力，这个。还是就是因为我之前都舍得不吃，所以过不了。没办法，之前都英文看不懂，不敢乱吃。后蝙蝠，这场地下城永久什么意思？所以只要。接着能力哦，懂意思了，感谢你。哎、欸，你好像很强哎、欸，你好像是不是我最近玩的游戏，你都刚好会啊？哎、欸，魅魔，啊！
啊，你过来。哎呦，白痴，原来可以从旁边这里哦，浪费，气死。看到你在领情的台，感冒在这游戏在干嘛？就破关啊，就看着其他人玩，然后自己玩一下，都看不同的赛。我那时候也是，因为那时候这个游戏刚出的时候，完全没半个台湾人在玩这个实况，然后我都是看那个国外的。然后那时候刚看的时候，就看到有一个已经在打魔王关了。我想说他们怎么办到的啊？有啦，我丛林有过，就是魔王关在不那一关是很多岩浆嘛，对不对？岩浆过完之后是一个很有科技感的，那边我就没办法了。我有印象了，老人家的记忆力回来了。吃饭，你看就这个啊！我现在能吃饥饿度49的，没有嘛？那时候啊，出去打拼。这里，哎呀，吓死我了！哇哦！冲过来啊！嘿嘿，哎呦！我昨天呢、啊？我昨天去睡觉了。我昨天太累了。这什么？慢慢回血啊，等一下吧。我昨天就进去就帮忙挂台啊，挂一挂挂去睡觉了，昨天太累了。啊，这边等也没有，不是办法，做点事情。哎、欸，没路了。往上，哎、欸，我记得我好像喜欢这个、欸，哎，算了，加点啊，这是干嘛的？拉霸机，好拉一下，怎么换掉了？哦，要记得东西哦，傻眼，以前没有哎、欸。汇报汇报，结果昨天教主几点关台？昨天十，我昨天几点关台、啊？10:17吧。有啦，昨天最后是又多破坏了三个蜂巢，可怜的蜂窝。哎、欸，777，哎、欸，商店，
加三天在空中停留越走上来越高，毒品堆叠五次。哇，感觉都很猛，可是我用这个好了。这个等一下先寄掉。来吃肉咯，火焰代表物，上面的东西简单来说就是花钱就可以解决。哦，我知道。等一下，这个东西以前没有吧？你是最近才来玩的吗？这个东西以前没有嘞，太猛了吧！你多宰呀、啊。嗯，想吃这个不够吃，那我们吃加体力吧。好啦，吃这个。走咯，要去死咯，进去献祭咯，隔壁而已。来来来，小商贡品，那我去买一下好了，反正钱也带不走很多啊，每次钱只能带100块走，然后上限是5000块，足枪。再带一个，好，我们来献祭。难怪我昨天看到一个绿色通知，对啊，就是有好友的话会显示说你有没有来看啊，然后就可以抓到说有没有人来帮你挂台。哦，有了，我们下一回合可以拿到好东西了。还有一层呢，我玩的版本太早，他刚出我就买了呢，会太早吗？就他刚出啊，就买了、啊。我是那种喜欢的游戏，刚出就先买了再说的那一种，也不管他是不是褒贬不一。完全忘记这只怎么打 QQ。 哎，怎么不是3300？退出。我朋友都呛我在干嘛，因为他们看不懂，就看实况啊，干嘛，对不对？你看，其实我很多东西还没解锁啊。